好啦，为大家送上压轴的一曲《金陵夕照》。咁呢首歌曲咧，佢嘅时代背景咧就喺明末清初噶。话说咧，吴三桂咧引清兵入关之后咧，崇祯皇帝就自缢身亡啦。咁然后明朝嘅遗臣啦，就拥立咗崇祯皇帝嘅堂细佬朱由崧啦，就去到金陵呢个地方咧，就系、即系登基做皇帝嘅。咁頭先咧，我哋都講過啦，金陵即係南京啊嘛，係嘛？係啦，咁啊去到南京城啦，咁啊好可惜啦，唔夠一年嘅時間啦，清兵就壓境啦。咁當時咧，國家無主，將士逃亡，六國嘅大臣咧就只係蹂躙咗錢謙益一個人。佢正喺度諗下，究竟自己係唔係應該投降之際啦？佢嘅妻子柳如是就同佢講：不如我哋兩個雙雙養弱，以殉國難啦。咁樣錢謙益又點樣回應柳如是呢？為大家送上呢一曲《金陵夕照》，演繹錢謙益嘅係大家期待已久、殿堂級嘅粵曲唱家。白慶賢老師，而為我哋演繹柳如是嘅係郭少梅小姐，有請兩位。山河亦似啊。
是如是啊！你看花好月圆，风景不殊，只怕好景难在，举目有山河之异啫。门路已兵临城下，风声鹤唳，朝廷究竟有何打算呢？朝廷啊！将士
事途忙，孤性无伴，日暮途穷，如知奈何呢？黄番出石头啊！Oh, yeah.
挽倾皮，此际回首，回首重看前苦庆衰，信难知。前途一空，只剩我呢个礼部尚书。如若不失门路，势必由我领衔，应何不可？我领衔应何？怎料会是千古骂名呢？一步同逢，欲知奈何？人间何世
世清明，繁华梦，梦因那场梦醒陪戏开。今夕东宫和雨，滔滔长江水。长江水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辛苦了这么多位音乐师傅，多谢大家，希望我们很快的将来就再来这里跟大家见面，再见老师。老师 OK， 老师，我们请老师。这位就是我们的作曲家，今天的作品的全部的作品都是出自我们罗文老师的。